我是于日瑶，我是一个香港的音乐制作人。这个计划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去发掘一些新的朋友，继续去做这些广东歌的作品。现在新一代的音乐人，他们无论在那个音乐的技能、音乐的知识、那个热忱，比起我自己来自的那一代人，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艺术创作上面，在歌曲创作上面，在音乐创作上面，可能作曲那位和填词那位，他们互相不认识的，和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同一个环境底下去工作的，你怎样可以跟他沟通，可以不单止表达到每一个人想要表达到的东西，然后他夹在一起还会再变成成了很多倍，变了更加大，变了更加多的东西可以听得到和看得到。在参与过程当中，自然就会有很多即是你所需要收到的信息，或者是一些你没有想过你自己会得到的信息，都会自然地就会落入你的手里面。埋单作乐，立即报名。